下午好，来欢迎欢迎，来，谢谢支持哦。来，谢谢 Coco， 来五十个欣赏。Hello， 你们好。来，请到我们来谢 啊。表哥表姐下午好，我是表弟。来，今天看我们什么？我们今天有一个鸡啊，这个钢板鸡啊，钢蹦鸡根。他们这里是半只啊，我就半只的钢蹦鸡根啊。钢蹦鸡很美，还有红鱼，钢蹦鸡很美，它很肥啊，这个钢蹦鸡，这个梦鸡差不多1.8公斤，1.8公斤，半只，你是讲半只1.8？一只半1.8。啊，一只半啊，哎，它是半只啊。其实它做900g嘛，就是说。对，半只。来，半只的干梦鸡啊。那我们要首先我们要稍微跟它腌一下啊，我放料酒，料酒和酱青可以了，我是简单的腌。一汤匙料酒。来，我们腌制这个干梦鸡啊。只是料酒和酱青啊，所以我们首先是放一个汤匙的料酒，对，我们来放半汤匙的酱油够了，半个汤匙的酱油，我们捞捞一下啊，然后不要忘记还有木薯粉啊，木薯粉，一个汤匙的料酒，半个汤匙的酱青 ，OK， 我们要来炒姜葱哦，炒姜葱。来，下午好，来谢谢支持啊，我们木薯粉跟着。大概一个汤匙的木薯粉啊，不要太多，这个少于一个汤匙哦。没有放鸡蛋啊？嗯，没有放都没有啊，就是少于一个汤匙，三分之二汤匙够了。简化版的腌制啊，这是酱青，还有那个料酒，还有一个木薯粉啊。给、okay， 我们这个Any M 啊，谢谢你75个欣赏。OK，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第二个套菜就是荷叶鱼。荷叶鱼啊，荷叶鱼以前是在我的餐厅里面是蛮。蛮出名的一道菜啊，蛮好卖的啊，所以这已经是很这里吃不到啊，很少人有做这荷叶鱼。哦，现在很少人在雷索顿吃到荷叶鱼啊，很少。以前表弟的雷索顿啊，我餐厅有卖，很著名的一道菜了，荷叶鱼啊。那现在我荷叶鱼呢，我荷叶鱼就是这里啊，我这里有一条，什么来的？香猫，哪里香猫 ？OK， 它有一个香猫啊。剁碎了，切碎了，香茅 ，OK， 香茅一条 ，OK， 这个200克的红辣椒，200g 的红辣椒，红辣椒有红辣椒买红辣椒，懂的给大家看一下，这种红辣椒是比较肥肥的啊，这种红辣椒是巨型的，这种红辣椒是不辣的，不辣的，这种红辣椒不辣的，这个很像那个灯笼椒这样子的款了，是吧？这种不辣，不要不辣，因为肥胖嘛。那么另外一种红辣椒，来 GG Wong， 谢谢你的欣赏50颗。OK， 这个是不辣的红辣椒啊，比较不辣的，又带甜的。啊，这种尖尖的，这种尖的啊，比较瘦长的啊，这个是辣的，比较辣的啊，这种辣椒。这个很像灯笼椒这样子，是吗？就比较不辣，你带啊。啊，买这种啊？没有那种如果你不想要辣的话，就买这种。啊，你要辣了就煎了啊。啊，对，200克啊。OK。OK， 妈咪，帮我搞好，这个拿去搅。OK， 我们用搅拌机来搅拌啊。说我们的那个香茅一条切碎。然后红辣椒啊，你要辣的或者是肥的那红辣椒啊，200克。嗯，好，没有吃过嘞。OK， 来，我们准备 blender 来打碎啊，都放一边。来，找不到荷叶啊，荷叶找不到姜，荷叶找不到，荷叶表不了，不要做啦。就没办法，但是你可以不要放荷叶，你可以这样酱料这样煮可以。啊，你不要放荷叶也是可以。啊，差一点，OK， 再加一点水啊，我们放 blender 啊。哎，我们现在要OK， 那个叫番茄炒蛋啊。番茄炒蛋，另外一个啊，这个番茄炒蛋我喜欢吃哦，所以我常常煮番茄炒蛋，你没有发现到？啊，非常 recommend 你们用那个西红柿啊。西红柿，因为我看到西红柿很美，那天就跟他买了。哎，这个西红柿跟多玛多不一样的嘞，中国番茄啊。耶，西红柿。OK， 我们要400ml 的水啊。我们要400ml 的水、啊。400克的水啊。越小的辣椒越辣、啊。瘦长啊，对不对？那么里面有我，因为那个不大辣，我就放了几条的
小辣椒也放五条下去啊。啊，所以说你放五条小辣椒在里面了、啊。啊，不，因为不会辣吗？还没告诉大家。没有，因为不辣吗、啊、？OK， 如果辣的话就不需要放。哦、这个我就放那个200克的，这两。What is this？ 200克的阿三椒啊。OK， 阿三椒啊。阿三椒啊，200克，400克的水啊。OK， 我重复啊，400克的水，阿三椒啊，阿三椒啊，200克吗？对，我们来这里包啊，来包一下。哎，下午好、啊，谢谢支持啊，请帮我们分享我们的视频啊。OK， 我们先看的是，看我在这里包比较容易，我们这里等下要拿一煎啊，来炸，我们炸鱼先。干嘛炸鱼啊？那个荷叶可以改去香蕉叶吗？都可以了，勉强是可以了、啊、可以啦，其实他讲没有叶也可以啦，没有叶都可以啊。 OK， 我们辣椒打好了、那如果你觉得不辣的话，你可以加一点紫天椒啊，大概是4到5条左右啦、紫天椒说它可以辣一点啊。这个荷叶鱼啊，你必须要做它的酱料啊，表弟曾经著名的菜啊。I cut this tomato only small size。他们的西红柿很大力的。很大力，我很好吃，它很甜。你要买这个。我不知道这样算是大力吗？因为我本身我手是。大力，巨型的。我的手是小的，可能我的小啊显示它是大力啊，可能还是小力的啦。大力。我们这里的番茄很难卖，很难有这么大力的。啊。我手小啦，可能显示它变大。我要炸鱼啊！来，谢谢你的分享，来感恩啊 ，sharing is caring 啊，分享就是一个关爱啊，谢谢支持啊。辣椒又打烂吗？有啊，我们是用那个 blender 来打烂它了。打烂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姜葱吗？哦，那天想很难买到漂亮的紫姜，今天给我看到漂亮的紫姜。OK， 来，紫姜多少克？紫姜100克。100克的紫姜啊，切片啊。这是6片的蒜米。蒜米六瓣啊。6瓣的蒜米切片，然后紫姜100克切片啊。这个要做那个姜葱的。姜葱。姜葱什么？炒鸡肉了啊，叫姜葱炒鸡肉啊，太辣头发会发麻。我们水滚的时候关小火 ，OK， 记得啊，水滚的时候才关小火啊。所以这个是阿三椒200克啊，水400克啊。Today I cook asam laksa. Since morning until evening, super tired. 煮那么长时间啊，但是你可以吃。我看你 whole night 可以到晚上都吃asam laksa，明天都可以吃啊。你帮铁贵人尝，辛苦一下是值得啦。我看可以吃2天都没问题啊。你的那asam的汤哦多哦，你给煲上来了，包上来放冰箱里面。第二天、第三天或几天后再来煮可以的。啊，下午好啊，谢谢支持哦。水滚了，我们关小火，给它慢慢。哎，给我们一个机会上4000人了，好不好？开小火了，我们开小火了。来，关小火。OK， 我们现在做的是，鱼怎样炒？我要炒鸡先。然后炒鸡先啊，鸡肉先。这个是跟几根哦，在不中哦，还记得吗？不中的 order 啊，买50块送半只啊的白鸡啊。买100块钱送2个半只的，送一整只啊！啊，送整只啊！表弟在我分享了今天做表弟教的种子啊，很好吃啊，古早味啊，表弟不会包种啊，但是他种子的馅料啊，馅料一流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很骄傲的就是那馅料一流。然后其实我是偷师啊，十八站啊！偷师。OK， 所以我们先炸鸡先来什么？炒鸡先，对，说的炒鸡啊。鸡你有2种做法，第一个做法呢就是
直接下去炒啊。直接第二种是辣油哦，那么辣油好像很多家庭是说，哎呀，表弟每次叫我辣油这么多油啊。OK， 今天我们不辣油啊，我们就直接炒咯。啊 ，OK， 我是 highly recommend 辣油啊，所以口感不一样啊。口感不一样，辣油是口感不一样啊。OK， 炒菜呢，我们锅要热啊，热锅一定要热啊。锅热热红一点都没关系，锅给它红一点都没关系。那么它红的时候，热红的时候，放点油，对，油放多一点不要紧。Boil the asam water， 为什么要滚那个阿萨水？对，把阿萨的阿萨，如果我们这样捞捞捞的话，阿萨水不够出味啊。啊，这样我们这样滚滚的，那就够出味。啊，它出味的变成它的味道比较晶莹了。如果我们有时用手抓抓抓抓的话，有时抓了不够，变成它的味道不出来。啊，为什么要抓？很难拿捏要阿萨味啊。很难拿捏到这个阿萨的精良。我们说那个，所以我们如果如果放。锅热放油，油热的时候，我们再把油倒出来，然后我们再放一点点小小油，因为这个鸡肉啊，蛮肥一下啊，虽然是干蹦鸡啊，它真的是，哎，我们是半只的干蹦鸡啊，它养住90天啊，所以它很 OK。来姜片啊，我们的姜啊，100克的紫姜，然后蒜米六瓣啊，切片啊，去爆香啊，哎，不用太多油啊。我们这个锅32cm 啊，今天星期日啊，休息啊，我们没有休息啊。来 ，can teach the 牛要长，牛要长，应该没有啊，还没有学到，还没有偷到。下一年呢？明年 ，next year， 明天就是端午节是吧？明天是啊，好像是端午节了。OK， 稍微包一下啊，姜包一下，紫姜啊，不用包到老姜，我们就包久一点的紫姜 OK 了。紫姜不需要包久啊，老姜就需要啊。LD 下午好，有教娘的种植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明年有啦。明年。啊，我们之前有教普通种植啦。嗯。啊，来，我们倒下去。来，半只鸡啊，这里有大概有900克的那个重量啊。我们半只鸡是干蹦鸡的。用不急的，煮这个鸡呢，我们不会急，它有那么多水分的给鸡。哎，大家好啊，谢谢支持啊，继续分享啊。你不用急它了，它慢慢给它煎到它啊。别急了，煎到它干身了。呀，它的手不痛啊。啊，要好了。你等一下，看皮脱了。看有没有针织出来。没有啦。哈哎，我们拿那个盖来盖着啊。盖来盖子啊，好香啊！哇，有闻到啊，厉害，那个厉害。哎、下午好，下午好。锅小锅多少？这个啊，这个是牛奶锅来的。那个雪平锅。雪平锅来的。嗯。多大那个？雪平锅20cm 吧，像是20cm 如果没错。20cm 吗？如果没有错吧，大概20cm 啊。不要紧张它了，它可以慢慢爆，慢慢爆它。所以我们煮粉不要放太多啊。慢慢炒啊、这个锅很好用，老实说啊，你要会煮，你煮来煮什么？我们煮姜葱鸡啊，好像我们会用啊，就很好用。这个是家庭式的鸡来的啦，干蹦鸡，家庭式的 OK 做法。煎到它的整个鸡肉啊，差不多干身的时候，我们就放酒下去，焖一焖，再加一点点水，不要太多水啊。OK。干身的时候，我们再放料酒啊，然后再加一点水啊。今天疫情多少啊？好像5200多宗是啊，少了啦啊，渐渐的少了。他们讲4000多宗就会开放 SOP 啊，就会比较放松一点。我觉得不需要，我觉得需要再继续啊。5304宗，来谢谢，告诉我啊。来，我们再拿那个盖来盖着啊，提一下啊。大家盼望好，我已经电话联络了，买了宝康鸡，表弟介绍的，他们生意太好了，买不到鸡腿和鸡柳，只好买整只鸡。啊，鸡是包切片的，已经吃了黄鸡了。这个鸡啊，这个锅你看能炒到多久没？那鸡这样焖啊，肉质很实，很实。嗯 ，OK， 我们美味可口啊。我们倒两汤匙了，这酒可以放多一点，没关系的。OK， 那个鸡刚生了、我们倒入
两个汤匙的料酒啊。锅哪里买？还没有卖啊？他卖没有卖？我是在试用这啊。我们在试用啊，我们会改进了。哎，我们要准备。哎，米七是烂骨烂赌鬼。鸡有烟吗？有，我们鸡有烟那个啊酱青。酱青料酒，一个汤匙的料酒，半个汤匙的酱精，一个汤匙的木薯粉，这样子就是这样简单的腌制啊。我们要放蚝油啊。OK， 来，我们准备蚝油啊，稍微炒一下。一汤匙的蚝油，来一个汤匙的蚝油啊。来，继续帮我分享和留守看我们的直播啊，看可以超过今天的疫情的宗数嘛。来 ，after 一个汤匙的酱青过后，我们放一茶匙的糖啊。对，你看很很油啊，这油这鸡啊养到九十天，所以它鸡很肥的。一个汤匙的，还有我们蚝油，还有一茶匙的糖啊。表弟，几时要煮我的？拉萨面，拉萨面还是咸的。OK， 我们放两百 ml 的水啊，来滚水放两百 ml 啊。鸡有腌制过吗？有稍微腌一下。半汤匙的酱青，然后一个汤匙的料酒，一个汤匙的木薯粉，三样东西吧，超容易记啊。火一直开大火吗？对 ，Yes， 我们一直开大火、没有关过小火啊。好 ，OK， 给它焖的时候啊，我们就准备要这鸡也这鱼啊。OK， 待命刚刚好，我们现在进入处理的鱼啊。嗯。影片过了，哎，请问怎样才看到你们的肉的食谱啊？你可以私信我们啊，李运，你私信表弟，他会send那个肉的那个。你要叫他怎样找，以后他容易找。他每次去私信我们，他就来。他找的时候，什么是料酒？我看我国境外海天的那料酒啊。好的 ，OK， 打开再来稍微炒一炒一下。OK， 我们这是简单的家庭式的。但是你要放洋葱对啊。OK， 我们来再来的时候，我们放一点点，一点点黑酱油啊，一茶匙老抽，一茶匙，一个茶匙的老抽啊，黑酱油啊，主要是上色的。上色对。几时要浇黑胡椒猪脚啊？哇，弯的味啊！鸡有去皮吗？没有，这个没有，没有去皮啊。表弟，量杯可以。放热水吗？可以。可以啊，两杯放热水。它这个杯呢是奶瓶，我们喝的那种奶瓶杯的，奶瓶杯的，它是热水的，它是耐热的。OK， 来继续来盖啊，它盖的次数有四次了吧？人数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要有心啊！谢谢。要闷啊，要闷啊！表弟其实做好德国助手，哎，可以啊，就明天呢？明天会赶一点。后天呢？后天 OK 了。后天答应你啊。后天啊。后天你明天可以不要来，后天才来。我们姜葱我们要葱要多一点哦。姜葱葱要多啊。这葱很贵啊，这样的葱啊。自己种啊。就是我刚才买了蛮多。你外面的园地这么大，你自己种就好啊。OK， 来种啊。它的葱啊是切成条形啊。这不是要条形，断断啊，葱断。来这个葱茎断啊。表弟炒福建永春白果糕好吃啊！有炒过没？没有。来，我要试一下味道一下哦。可以，还差一点要到五千的，谢谢支持啊！来，我们在最后的时候，我们放一茶匙的那个鸡精粉。OK， 鸡精粉一茶匙啊，记得啊，鸡精粉啊，不可以高温来烹饪啊。不然就是白帮了、哦，不，它是提鲜啊，提鲜啊，提鲜，一茶匙的鸡精粉。雪苹果木饼，裂的把手，定了很久，边没到，什么意思？联络我啊，定了很久没有到是吗？你私信表弟啊。来，我们放芝麻香油啊，芝麻油多少？啊？芝麻啊，两茶匙，两个茶匙的芝麻油啊，所以我们也是用那个海天的芝麻油。OK， 葱段我们放下去先。OK， 我们先放葱头先啊，我们叫做白葱头啊，就是尾端那边啊。
啊，这个不是尾端，是这个头啊，是头啊。别让表弟这么大的压力啊！拿电来给我。表弟有抗压性啊，放心。我们做保险的、啊，聊聊不着。你是整条葱放进去啊？你是。我刚才开始慢慢放葱啊。来撒点胡椒粉。哎呦，靓主播吹吹表弟啊，姜鸭鸭。鸭还没有长大吧？还没有养大，对。OK， 姜鸭鸭。哎呦 ，OK， 可以了了，还可以上锅了。好，开饭开饭。你们吃饱了没有？早点吃晚餐啊，才不会那么肥啊。这个它是原味像那边的、哦、香的那种，这个很有味，有很有味气啊，对，不可以啊。那鸡就用它鸡好吃啊，它炒出来啊很特别的。请问量杯的是玻璃吗？不是，它的质量是奶瓶杯的那个塑胶这样子，也不可以叫塑胶啊，奶瓶的质量啊 ，baby 喝的奶瓶的质量来的，它可以来放热水的、啊。叫葱白米奇啊，有些人叫葱头啊，有些人叫葱白啊。嗯、这个是家庭式、哦。广东人都是叫葱白，还白葱白、嗯，这个叫葱白，葱白对啊，葱。葱白就叫对了，所以你可以来关注我啊！我每一天都煮好料给你们啊！哈、我叫我老伯煮好料给你们。调味料充足啊！哇，这个配饭啊，这个是很传统的一个、欸、鹿肉可以这样做吗？姜葱鹿肉，姜葱鹿肉啊，腌过了，这个没有，这个姜葱。做鸭要考功夫哦，表弟可以啊，表弟你可以做鸭吗？炒鸭煮鸭 OK 了啦，您如果你让我们好，哎，下午好了，谢谢支持啊 ，Thank you Thank you 啊，礼拜天还是那么多人啊 ，BPA free， 你知道什么叫 BPF 啊？应该是那个一个材质的问题呢，材质 BP 材质啊 ，BPA BP， 我也不懂哎、欸。哇，那个是很耐热了，这个是瑞士的品牌啊、哦，它是有 warranty 一年哦。啊，你可以私信表弟啊，欢迎 information 啊。表弟可以教那个凤凰绣球吗、啊？之前有做过凤凰绣球啊，凤凰绣什么绣烤啊？凤凰绣绣球啊。忘记了哦，怎么做？你有做过吗？我记得。类似这样子，但不是不龙，是不是你的凤凰绣球啊 ？My favorite ginger spring onion chicken， 呵呵 ，nice nice nice。OK， 来，我们进入下一道啊，现在要处理那个鱼啊，继续留手啊。啊 ，raw steak， 它不是 non steak， 这个不是 non steak 啊，这个。但是你会用的话，你就是。这个不是 non steak 啊，这个的话，你看，这个是。贴锅的东西的，贴锅你要会用，好像干锅一样的。Non-stick 是表弟，那个 Non-stick 在这里 ，Non-stick 在这里啊，啊，这是 Non-stick 啊。表弟可以教煮啊提过的那个福建菜啊，什么猪肉笋啊？用过千八笋的。啊，我是福建的，也是喜欢吃笋的。我要买到笋先，买到笋。啊，笋很奇怪，如果你笋刚砍下来的笋哦，对。你要尽快的时候就拿去穿上、啊、要不然的话它慢慢老了，慢慢老了，到最后没有得吃。表弟有煮过那个姜葱鹿肉吗？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买到这个东西。是不是野野味的这个鹿肉？鹿肉养了，现在是养，算是野味吗？我不知道啊，没有养的，养现在是养的。因为我之前小的时候啊，有一个餐馆啊煮这个姜葱鹿肉很好吃的，时常去那边吃的。啊、表弟已经做阿公了，不能做鸭了。这个是手铁锅吗？啊，不是，这个是阿手铁锅是什么？手铁啊，这个是阿赖阿赖锅来的。它是属于鹤金虎。鹤金虎，虎头的虎啊，鹤金虎、啊。它是跟鹤金手铁锅差不多一样的，但是它比它的、手铁锅你不能粗用吗？这个可以粗用的、啊。
啊，哥哥，你可以用那个铁丝来洗吗？可以啊，我们的洗哦，刚刚用铁丝、啊、这个是很耐很耐啊。啊，我现在用这个来擦了。啊，用来擦啊，这个可以用那个铁铲来铲了。OK， 表弟，这个锅好像不好用的啊，它这个是啊，一个是那个是黑金刚锅，这个是阿洛。我试了先啊，你们到时的时候我说认为可以用的话，我们再来。来，这条是什么鱼？那条什么鱼？这是红鱼啊。红鱼。红鱼 OK。昂鱼啊。鹿肉其实用猪肉煮的，是吗？假鹿肉就是用猪肉来腌的。哦，有假的鹿肉。啊，如果是假的啊。我吃的是真的鹿肉来的嘞。嗯。那个人应该没有先挖那个。刚才的鸡要先腌吗？有。我们鸡很超容易的，一个汤匙的。所以刚才鸡我没有放酱油吗？我只是放蚝油啊。它的鸡腌法是一个汤匙的料酒，半个汤匙的酱青，一个汤匙的木薯粉啊。来 ，can cook the blue ginger with pork belly， 蓝姜和那个花肉。蓝姜花肉可以找找资料出来，我就煮。哦 ，can cook curry， 咖喱蛋啊。咖喱咖喱蛋是什么？哇，那个是你会吗？牛轧菜来的，牛轧菜、啊。来，下个星期就是父亲节了，我要煮给你吃吗？有电话响，盖掉了，吓到我儿子。维拉很会煮菜啊，其实他很会煮菜。啊，维拉会煮菜啊。他很会煮菜。请问什么牌子的铁锅？还没有啊？还没有，没有卖。还没有带，还在观察中啊。我们用至一个月以上啊。我的这商家叫我一直铲他，大力铲他。来，谢谢米奇帮我们传达给表弟啦，谢谢你的支持啊。谢谢。OK，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煮一个酱啊，那个辣椒放这里，辣椒放这里，辣椒这个啊，姜花在这里。来，这里是姜花。嗯，姜花叫 ginger flower 啊。你如果一条噻。不是要一条，我只是五片而已。五片的姜花、啊，我们切碎啊。对 OK。那么如果你是小条的，切一条咯；如果大条的，你就把五六片这样出来切啊。Okay. 来，这个就是阿桑啊，大概阿桑滚了。对，所以这阿桑要跟这个掺在一起。好，我们阿桑的那个做法很简单啊，阿桑加瓦配啥？200克，然后400ml 的水就可以了，然后滚一下。请问表弟用的抽油烟机是什么牌子？鲁比尼啊，鲁比尼，是不是叫鲁比尼啊 ？Oh, this fish is very big， 这样看是很大的，是真的。可以叫那个茶叶烟熏鸡吗 ？Smoked chicken。哇，那个越来越高难度了，你叫九楼的菜了。还是那种邻家安哥煮菜的啦，来各塞啊，各塞它啊。我们只是要拿这样的，因为它可以包一包哦。它的我们所谓这样包的话，就变成它的阿桑糕哦。如果我要用手，有些我们用手去捏它，它不平均嘛。啊。所以我们如果做大量的话，我们就会那个就要有用才滚一滚它，它味道出来了，那么它的比较晶莹啊，它精良的那个食谱就比较精准。来 ，can cook turmeric chicken put coconut milk。可以不可以用那个黄姜鸡啊，放那个椰奶啊？黄姜鸡放椰奶啊？啊，可以啊，其实可以掺的。啊，这个啊，东西可以掺的，只是你要加水啊。没有，我只是要拿它酱啊。OK， 放一点水啦，就是拿掉它的酱啊。这个是混合金属锅吗？阿拉有锅是混合，应该是哦。我不能来，哇，你姜花有的看吗？姜花给大家看一下。来，不要少拿姜花来。姜花有什么用？姜花一段油腻餐是准备放了。阿桑拉桑一定的，阿桑拉桑姜花是灵魂来的。啊，姜花一定要了，你煮那种辣椒啊、咖喱类的，一定会要少不了姜花了。表弟有教叶子汤吗？以前经常煮啊。有，之前有煮过几次。来，鲜花给你，没吗？这个姜花刚才表弟是取出多少瓣？五六片啊，五六片。OK， 他拿五六片的那个姜花，然后切切碎啊。OK， 来，谢谢你。OK， 如果你怕那油也喷上来的话呢，我建议你，慢干它啊。OK， 鱼啊，你要 before 要去炸的时候啊，慢干它。之前你要去炸的时候，你慢干身啊。它就不会叫噼噼啪啪啪啪的。它不会噼里啪啦了。
他会唱歌给你的，哔哩吧啦，哔哩吧啦，会做活跳墙吗？当然拦不到表弟啊，活跳墙啊，他讲我做得出，但是很多人跟不到。不是啊，那活跳墙你做下去啊，没有意思，没有意思啊，你是主菜啊，只是给你一个示范表演罢了，对，做表演罢了。那我们上去九楼吃的活跳墙又不是正，那种是，来你做一个正统的给大家看、啊。是，那现在活跳小小小玩跳墙，其实讲难听，只是熬一个汤而已，熬一个汤啊。现在要焖很久，炖要差不多过夜了是。对，炖很久。现在去 Shopee 下单228锅，还有送那个锅铲吗？有。哎，谢谢支持啊！那朵花叫表弟送，比较少。啊？食物不要玩啊！食物不能来送了。OK， 来，我们现在是炸还是煎鱼？好，我们炸鱼，炸鱼啊！对。OK， 我们把辣椒倒下去啊。现在我们直接，来，我们把我们辣椒放进去了。表弟可以煮宫保鸡仔肠吗？宫保鸡仔肠啊，我不吃的东西。啊，他们不吃那种肠啊东西啊。我们结婚了。来，姜花也放进去了。请问米奇啊 ，that one 啊 ，salt container is glass 的吗？它不是 glass 来的哦，这个好像 plastic 这样子的。嗯。plastic 这样子的。来，我们放我们的阿三字啊。对。我们要倒150。这个就好料了，这个。啊，鱼可以抹上点粉炸吗？可以。可以啊，可以。但是我们是直接这样子炸。150克吗？哎，下午好了，端午节快乐啊！明天是端午节是吧？没有错话，是啊。嗯，明天端午节是啊。来、哎，我们的白糖150克啊，超出一点。我买的美美的一朵姜花、啊，切出来面黑黑的，请问是黑是坏的吗？过笼，太久了，太久了啦。如果你觉得你的食材不对劲啊，食材不对劲，你就不要吃了啦。太黑了就不要啊，不行，颜色不鲜艳啊，有点怪怪啊，味道有点怪啊，你就这里可以煮两份鱼啊。啊，这里的量可以煮两份的鱼啊。来，今天确诊人数多少？5300宗啊。来，我们现在鱼要放过去了，炸一下。Oil inside put some plata.Blanda butter 啊 ，butter 啊，哦，哎呦，请问锅铲是什么牌子啊？可以耐多少度啊？220度啊，硅胶厂来的，220度，当然你不能放在炸的地方啦。哎，明天端午节，哎，明天大节日做什么？啊，红豆水啊，我很想喝红豆水啊，有没有关系啊？大姐是没有做生意的哦。有人大姐是包红豆水的嘛？来，要怎样去看你们的食谱啊？你们有写出来吗？我每次找不到食谱嘞，只是看到直播。我们的你那个图片啊，波豆啊，你那边找食谱啊，或者是去我们的 Instagram 啊 ，IG 那边 ，Instagram 你写表弟好主意就看到了、哦。这个我是因为它这样啊，就炸不到锅。Yes, Dragon Boat Festival， 有人叫 Dumpling， Dumpling Rice Festival 呢。其实正确的叫法是什么 ？Dragon Boat 啦。啊，有些人直接翻译啊，端午 Festival。表弟炸鱼小心手哦。啊。表弟就会炸、啊，你其实可以教我们讲找食谱吗？可以啊，我们的费工很旺的啦，建议你来那个 Instagram 找啊。等一下，教大家如何讲进入 Instagram 或者你的。明天你要吃多少粒种啊？多少颗种啊？我们种都没有了，种子都没有了。那天吃完了啊，有人讲 Dumpling Festival， 好像不是正确的，他们讲，好像 Dragon Boat 还是正确的。我想腌羊扒、啊，有机会吗？可以，可以啊。
来，再讲多一次，西红柿和番茄，普通的番茄有没有分别啊，表弟？西红柿本地种的吗？西红柿是中国、哦，哎，西红柿中国啊，本地种的番茄呢？哎，有没有分别？西红柿就比较，西红柿是比较甜一点，是吧？甜、啊，要酸了、啊。人家问你什么分别，你没给我答。我来给他看。请问怎么这么逼我进不进去看呢？来，你私信表弟啊，你进不到去的话，你私信表弟一下啊。今天才煮红豆水啊，我最爱喝红豆水啊，好大条鱼啊。啊，不同就是这样哦。我们认识的番茄应该是长这样子的，实际上你去买的是长这样子的，和我想象中不一样啊。西红柿和普通番茄啊 ，OK。这个是中国品种啊，这个普通番茄啊，那你可以用普通番茄啊，但是比较笨一点的是这个上面的比较笨嘛，这个比较软一点 soft 一点啊。来，请问海天 Shopee ID 是什么？来这里来拍照啊 screenshot， 它的那个商号啊是深电啊 SENGTIEN 啊，如果你是西马沙巴就999，沙劳越的就深电666，新加坡必须要新加坡 Shopee 啊，深电996啊。 OK， 来搞搞来了，我放四分之一茶匙的盐啊，来盐我们放四分之一茶匙啊，该来放百五克的那个白糖啊。炸鱼的油可以留到明天用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如果你的油是清晰的话，可以啊。鸡精粉，来一个茶匙的鸡精粉。OK， 这里是两份的酱料哦，它是带酸的啊，上的味，这味是一样的味道。好。表弟可以煮古老肉吗？可以啊，古老肉啊，他煮过应该有四次啊，我看他，他你都知道啊。槟城很少人卖西红柿啊，这个应该是、这个、难找了，有然后有好像有季节的，难找到的，那没事，有时有时没有。我一看到有啊，我就跟他买下来，因为西红柿炒蛋很好吃。哎 ，Tommy， 如果你要那个古老肉的那个视频的话，你可以联络表弟啊。我建议你去 YouTube 啊，你写表弟好主意古老肉就可以了。OK， 我们这里是两份料啊，两份的酱料来的。OK， 我们这个取上来，放鞋柜收藏。来，取出一半上来啊。对。那么我们这里剩下的，就拿上这个，还放在鞋柜里，冷的时候可以用的。来，谢谢支持啊。我们现在要打一点，多一点馅啊。哎，你弯到这边的，我出来了，精鱼。说燕，谢谢你75个欣赏，来感恩啊。来，我们准备那个半汤匙啊。嗯，一勺洗的，勺洗。来，勺洗的马铃薯粉啊，因为我们准备打芡了、啊。锅薄芡。没有吗？我要精啊，精鱼。来，少少的水啊。谢谢表弟的解释，来谢谢你尝尝试试啊。OK， 我们这个鱼不用炸到太多，过那个你稍微炸一下就可以了的、啊。阿善水多少，辣椒多少？阿善吗、啊？我们的阿善是200克，这个很开胃的、哦。辣椒呢？辣椒多少？120噻。没，辣椒200 gram。啊，辣椒也是200，红辣椒200 gram 吗、啊？你可以加一点紫天椒下去啊，如果不够辣的话。辣椒里面加什么？他加了一个香茅，一条香茅啊。这就是荷叶鱼啊，表弟著名的菜啊。现在很难吃到这样的啊。那鱼还要再蒸一下还是什么？蒸一下，蒸那个荷叶的味道进去。啊。给那个字能抽了。帮我们准备荷叶啊，当然里面荷叶也可以啦，里面荷叶的话你就 skip 掉那个步骤啊。表弟可以做饼令萝卜吗？饼令萝卜小吃来的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我没有讲啊，你自己讲可以的啊，几十种，我很想吃萝卜。来，我们准备荷叶啊，
荷叶拿去汆烫来洗一洗啊。荷叶你滚烫哦，然后洗一洗啊。洗啊。放整条鱼下去。海天产品直播下单和 Shopee 一样吗？对，你跟直播买也是可以啊。来把那个字。把直播买是最方便的，很多，它不只是卖海天酱料，还有很多很多，我们这里很想要的那些干粮啊。鱼尾没有炸到啊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要拿去蒸啊。这个荷叶鱼耶是表弟以前开的烧肉的著名菜啦，你们可以学习啊。来，我们准备一汤热水，让表嫂的动作几快。啊，表弟做什么 step 他就跟着来啊。OK， 我们放下去蒸了。好，水滚蒸它十分钟可以了。如果我没有回收到你们的信息，你们再写啊。我突然看到那个信息不跑出来了，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信息看不到啊。来，表嫂，你借你的手机给我呢。啊，一回来啊，不用了，我看到信息了。好多工啊，多工煮菜就是这样子喽，准备的工作很多啊。我们去餐厅吃哦，他会算你价钱，他一定有他的道理的。啊。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，表弟的巧手怎么了？被烫伤了。表示，啊，两个礼拜了啦，被烫伤。请问小明是表弟的亲戚吗？合作伙伴来的，不是他的亲戚啊。Mickey ask for question 啊 ，never even answer one 啊。我没有看到你信息啊，我现在也看到啊。啊，如果我没有回答到你信息啊，你再写啊。我是跟着那个 screen 有那个信息，我就读出来啊。所以在餐馆吃不要嫌人家贵啊，真的是很多工啊。对，很多工啊。比较少是贤妻良母啊，也是表弟的得力助手啊。刚才他有一段时间了，我看不到那个字啊。来，我们准备第三道菜啊，这个就是超简易的，番茄煎蛋啊。番茄煎蛋要学哦，当然是煎蛋。要学，你一定要懂得这个做法啊。Tomorrow cook me can， 明天炒面，今天都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请问表弟用的是不粘锅吗？现在用的不是啊。嗯。现在在这个烤炉上啊，这个炉上面呢，这两个都不是啊，一个是 Wonder Chef 啊，一个是我们可能啊，这个是Alloy锅来的。我们这个来，你西红柿几粒？这里三粒啊。我们三粒的西红柿、啊。其实你可以放两粒啊。两粒到三粒啦，看你的。我喜欢吃多一点，番茄就放两粒。啊，鸡蛋五粒啊。来五粒蛋啊。哇，手脚好快啊！啊，五粒鸡蛋。中国人喜欢番茄炒蛋啊，对，番茄炒蛋在儿子从中国回来也是一直叫我这样做，对，很好吃，我都不会，现在可以学了。哎，表弟也是很喜欢吃番茄炒蛋的，好吃，这样做很好吃啊，这样做很好吃。红色的锅，脏哪里有的买脏啊？脏是什么？你是厂那个厂子啊？厂子 啊，你跟表弟私信表弟啊，这个厂啊。OK， 我们这个、啊、我们就是放四分之一的水下去，就是它里面呢、我们放四分之一水。四分之一水的定义是什么？就是这里有如果四粒鸡蛋，你放一份喽、哦。哦，就是四粒蛋，你就放一粒蛋的水就是了啦。对对对 对， 对。啊，五粒蛋的话，你要用计算机来除啊。我们大概呢，我们就是就没有阿嘎阿嘎了。很有营养啊，对呀、啊。Tomato how many gram 啊？这个三粒啊、哦。我们三粒的 tomato 啊。表弟什么时候可以煮扬州炒饭啊？可以啊，要弄的叉烧先。我做了叉烧先啊。今晚试试番茄炒蛋啊。你不可以这个不准啊？去吗？好笑你。OK， 来我们来量一下这里多少块吗？有人煮是为了煮啊，而表弟是为了 patient 啊。哇，厉害啊！就是 patient 啊 ，everything is patient 啊。在家里，如果你没有配肾的话，你也不要煮了。OK， 五百根吗？五百二十根。啊。好，三粒了，我是三粒比较大。你看三粒和三粒番茄就五百根嘛。五百根吗？哦，这表弟是很懒惰煮的人啊。
他可以偷懒就尽量偷懒，而且但是他真的是靠培训啊，靠他的那个培训。啊，我又看不到信息了啦，我看不到信息了，你们在打，我不知道这个 Facebook 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，看不到字啊。如果真的没有回答你的问题，你可以私信表弟啊。I can show the 料酒 ，Yes， 这个是海天的料酒啊。OK， 我们炒先，我们炒番茄先啊。今晚想试试，来，你可以尝试啊。要一点葱花。来五，我们是五粒蛋啊。打葱花。把蛋打散啊。没有，老哥，我没有啊，调制。来 ，the egg， how many， how much water？ 四分之一啊。就是说，如果你的鸡蛋有四碗鸡蛋啊，四碗的鸡蛋的分量啊，你就要放一碗的水啊。啊，四粒鸡蛋，你就加多一粒鸡蛋的水，一粒鸡蛋成分的水啊。四百克的鸡蛋，加一百克的水啊，就是这样简单、啊。可以教。蒸排骨吗？蒸排骨是那种典型的排骨是吧？有教过了啊。OK， 我们这里教过啊。OK 啊，我们这里要调一个糖醋啊。但是他可以重新教过啊。我们放三汤匙。OK 呢，茄子啊，我们放茄子三个汤匙啊。对对对。啊，放茄子。Can use the 棒棒酱 fried rice? Yes, sure. 非常好吃哦。找一个陈醋吧，你。I cook today. I cook tomato egg too. Very nice 啊！你用那个中国的西红柿啊，超好吃的。I tomato sauce 啊 ，three tablespoon， 三个汤匙的。OK， 我们放一个陈醋。番茄汁啊，我们放陈醋啊。一汤匙。陈醋，任何醋都可以吗？还是一定要陈醋？多醋就可以了。有醋就可以了。糖醋嘛，我们的糖醋。OK， 来一个汤匙的陈醋啊。请问白米酒和料酒一样吗？不一样啊，料酒是腌制或者是炒菜的过程啊。拿来倒啊，倒一点下去了，一汤匙的糖，来一个汤匙的糖啊。白米酒啊是拿来调味的啊，不一样东西啊。一点点啊，一打洗的盐，一点点、啊，不要太多。拿盐少许就是了 ，pinch of salt，OK，、okay? 少许的盐啊。来，因为这番茄酱啊，番茄酱它本身番茄酱都有那个番茄酱本身都有那个咸味啊，因为海天的番茄酱有带咸的，所以我们不要放太多啊，醋麻酱 ，OK， 泡它融了哦。来，番茄有去籽吗？连籽一起煮啊，它的籽也在里面。番茄很有营养啊，来给、okay, 我们锅热啊，要加上加炒跟。加炒不一样吗？什么是阿桑加炒？阿桑加炒跟加炒，加炒是什么？鸡蛋一定要放风车粉吗？和水？没有放水，我们放水没有放粉啊。我们没有放水，没有放粉啊，只是放水而已。我们只是放清水吧。嗯，就是说你四粒蛋，你就要一粒蛋的水就是了啦。OK， 我们这个鸡蛋放下去呀、啊。来绍兴酒可以吗？可以啊。来炒一下，放点油啊，炒一下。鸡蛋有调味吗？没有啊，没有调味。那味道全部是那个酱料啊，就是跟那个酱来的。表弟介绍的胖妞蒸排骨好吃吗？可以教吗？那个蒸排骨哦，可以啊。谢表弟让我知道，原来西红柿和番茄的分别啊，之前很。有人煮西红柿炒蛋，真的是用番茄的。我们稍煎它，煎一煎它啊。陈醋会酸吗？啊？陈醋会酸吗？陈醋会一定酸啊，醋一定有带酸啊。啊。OK， 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个不要放盐啊？放盐的时候呢就出水了，我们不要放盐啊。啊，因为我们尽量不要给它出水，不要给它出水，要干干的。来，你的陈醋在呢，给大家看一下。Tomato with skin, yes。我们 with the skin 啊，带一点啊。请问白米醋可以代替表弟的陈醋吗？
可以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。如果没有醋，总要吃酸的，总要吃醋可以啊。OK， 煎到48千的熟了，我们就拿上来。啊，煎到48千啊，然后拿出来，可以浇炒，加炒吗？煮加炒啊？加炒是什么东西的？你可以私信表弟啊。来，我拿陈醋给大家看啊。不放陈醋可以吗？你可以其他的醋啊。你的陈醋跑去哪里了？没有看到你的陈醋。你可以放，一定要放陈醋吗？因为你可以放醋，其他的醋都可以的。白米醋也可以。总之我是那个，你要有点酸醋啊，带一点酸就是了。糖醋啊，糖醋啊。海鲜的陈醋啊。来，猪网油怎么洗啊？你可以私信表弟啊。猪网油很简单的，猪网油它来的是包在一起啊，你就是一桶水，好像洗衣一样啊，洗衣箱啦、他们的东西就列下来了啊。来，表弟用这个锅新锅炒好像比较顺手啊，慢慢顺手，开始不熟。表弟可以教做五香吗？建议你去买遍了就好啊，五香你自己这样做的成本会高一点的嘞，啊。请问香醋可以代替陈醋吗？不是五香粉，五香那肉碱。哦，五香啊，说的可以啊，五香可以啊，你这样讲我知道啊。嗯，锅香啊，麦米龙啊，别搞淡秋秋的。香醋可以代替陈醋吗？可以，可以。多少醋？一个汤匙啊。一个汤匙。Can use a apple cider， 苹果醋可以吗？不要，不要。嗯，来。海天的陈醋你总是酸啊，酸甜，我们就要有酸。酸甜，这个酱然后有一点，它是带点酸的 黑醋可以吗？总之带一点酸的就可以有了、如果你红醋也可以啊。如果你是本地的番茄啊，本地的番茄嘛，你糖要放多半汤匙。本地番茄比较带，因为这个比较熟，比较带甜，没有这么酸嘛。如果比较青色那种番茄，不过熟了、番茄就带点酸。你要所以要加多一点点的糖分啊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第二个要做的是炒鸡蛋。OK， 炒鸡蛋、我们炒鸡蛋，鸡蛋就是加1/4的水啊。可以炒正宗的饼内鲜虾果条吗？表弟都本身都不正宗啊，炒应该是炒不出啊。他有炒过，西洋味道炒过了。我西洋味道是不错的 上个月多有煮过啊。OK， 我们煎鸡蛋啊，煎鸡蛋锅要热啊。番茄炒蛋用陈醋最适合的啊。陈醋和老陈醋有什么不同？老陈醋就是比陈醋更老一点的。更老一点的 老陈醋比较更比较浓郁了。阿桑沃德可以吗？阿桑水。阿桑水，它的阿桑味道不一样哦。它虽然是带酸啊，但是它的阿桑味盖住了。你就放柠檬哦。放柠檬、放柠檬啊，青柠檬啊。如果真的是没有醋啊，什么醋都没有啊，你就放柠檬啊。白醋也可以啊，来去皮会比较好吗？我们是连皮一起炒啊。这个不用去皮啊，这个是可以教做肉骨茶吗？做肉骨茶有做过两次啊，也是可以啊。陈醋也是叫黑甜醋吗？西红柿就是番茄，对啊。黑甜醋啊，我不懂哎。黑甜醋啊？黑甜醋是带甜的，带甜的醋啊。OK， 我们倒下去。来，武力蛋啊，打散啊，还加。1/4的水啊，所以我们慢慢铲它啊，好，慢慢铲它，热锅下一点油啊，转到它有差不多颜色，差不多干身的时候嘞，鱼蒸好了，我们鱼应该熄火了，用点蒸久一点 OK 了，可以蒸久了，这个我们加上就把它，那么我们怎么把这个酱料倒下去？来，我们酱啊，烤好了。西红柿和番茄要怎样看？西红柿长得很靓仔的，番茄长得一般的样子啊。你可以看前面啊，我刚才有秀出来了。表弟，你可以不要用嘛，很刺耳。我都很刺耳。OK， 建议用硅胶啊，这个可以用铁铲啊。表弟没有煮过铁婆啊，虾婆啊，虾婆是什么？铁婆，干的肉骨茶吗？那我去找找，你可以去找啊，你去 YouTube 找比较方便啊。YouTube， OK， 这个是这样的，这样的很好吃啊，它味道很调和，啊 ，OK， 我们最后撒上些葱花下去。哎呦，葱花啊，这么粗，超简单啊，超简单的。
不要想以为我穿上去放上去而已。啊，这个锅好像好用啊，会贴锅吗？它是贴锅的，它不是不粘锅啊，它一直粘。但是你要用科学原理，它就不粘锅。啊，热锅啊。Yes, well, deep fried great deal. Very nice. I follow his recipe. 对，我的粿条 and fried before. 我的粿条有一点骄傲的。Very nice. 我自己整，我知道了。来，啊，表弟的手好了，来。请问表弟啊，青辣椒做了多久之内要吃完啊？你可以放两三个月都没问题啊。放冰箱啊？放冰箱两三个月。我们是放三个月。啊，因为第一个啊，要知道第一个你青辣椒你要抹干它，吹干它。嗯。洗了要抹干它，才来切。啊，它没有什么水分。OK。那醋又也是醋也是属于一个防腐的其中一个，所以耐。来，凤凰绣球啊，是用麻膏鱼肉啊，蜂王烧烤啊，马鲛鱼来做的。表弟来嘞，有，哎呦，那个字倒出来了，做鸡公煲哎，鸡公煲 on the way。又要来炒菜。Great job for the tomato egg. 这个鱼真的好吃，我告诉你，辣椒如果有时间，你家里上桌。阿伟妈给他蒸断了，他每次断人家尾的，断人家尾，留一下后路给人呐、啊。顶令正宗炒鬼料啊，好吃啊。放什么字啊？你是讲这个啊？辣椒，红辣椒和那个阿桑糕啊，这个很开胃的啊，这个是酸酸，好像阿桑神秘明天有做直播吗？我们有预录，有之前有录好了啦。录好的，因为我们知道 MCO 聊，我们就预录了。来，西红柿是刘德华，番茄是白龙干嘛？哇，你形容的好像很贴切。哎，这个是表弟的名菜的，以前他做的时候的名菜的。蛮卖得的啊，跟你讲啊。番茄。表弟可以教欧大欧大吗？有教过啊，可以从事再教啊。我觉得欧大欧大你可以再做多一次，他的欧大欧大好吃啊。哎呦，这个就是秋江啊 ，super B 啊。来，凉辣椒放青辣椒两三个月还会脆吗？来，我问一个问题啊，很实在的，可以的话就尽量吃完啊。肯定脆，肯定脆，我要担保你啊。OK， 那我们是，因为你腌的时候糖多，糖就是脆的嘛。有糖，它还是脆的。像我今天也是，你要用白米醋啊，要用海天白米醋来腌啊。嗯，我那天我就献给海天啊，我说哎米勒，哇那个白米醋腌青辣椒超级棒 ，OK， 真的好吃，你们一定要试一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菜啊，啊这个是。姜葱鸡啊，这个是家庭式的酿炒的、啊，家庭式的做法，我们用干崩鸡来煮啦、OK， 然后这个西红柿，这个小孩子也是很喜欢的。炒蛋啊，这个啊颜色很美嘞，我喜欢吃。我建议用西红柿，因为它颜色真的很美啊，不是开玩笑，很开胃啊。西红柿 ，OK， 那这个是啊，这个就是荷叶鱼，这个荷叶红鱼啊，这个好吃啊，一定要学哦。这个它的字啊，你要学会。它不输，它的味道不输给阿桑鱼啊。虽然阿桑鱼更多的那些黄姜啊，很多的，它不输给阿桑，它是简单做。嗯。啊，它比它简单做。今天我做的是两份，就是鱼的两份。所以荷叶鱼，这个冒荷叶包上蒸下，荷叶的味道又在里面的话，又、特殊。好。OK。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啊！这感恩大家的点赞啊！啊，跟我们分享啊！明天有看到要讲煮什么？你那个是德国猪手，德国猪手后天、啊，后天啊，后天啊，明天啊，明天我们做一个卤面，福建卤面，福建糯米啊糯米，但是我们的卤面呢，不要用，因为我们很多粉丝在澳洲啊，在美国啊、加拿大、纽西兰都有，英国都有。他们很难找到买到我们这里的福建那种面条、所以我用什么来煮呢？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来煮卤面，教大家就是全世界的粉丝们都可以跟着我煮福建卤面。好，所以明天我们煮福建卤面。刚才说要煮面的话，突然间我想到，好 ，OK， 我们期待明天的五点半直播。好，我们明天五点半。准时见。OK， 如果你们要让那个菜补的话，私信表弟啊，他会送给你啊。哎，等等，教你一定要告诉人家怎样用那个 Instagram 啊 ，YouTube 啊，都可以啊。你们去 YouTube 找，你看，来，教大家。
OK， 你去到 YouTube 吗？你写表弟好几？你只是写一个表啊，表而已啊，表就很多表弟咯。啊，你的表弟好主意排，你就表弟排除。OK， 你就那么你要煮什么？要什么菜？你说哎，我要表弟好主意阿三姨，你就写阿三姨啊，阿三姨啊，阿三姨对，我们试一下。YouTube 啊 ，YouTube 啊 ，YouTube 啊，你看阿三姨啊，阿三酱蒸鱼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他很多菜，你一打出来表弟好主意一大堆啊。我们有超过500多个视频在里面，超过500个视频在里面了，没有 skip 了，全部都有啊。对，多久？我们没有删除啊，没有删除，到现在从第一天开始，3月25号到现在没有删除。我们的视频全部在这里啊，在这里。所以你在视频里打表弟好主意，你就可以找到一大堆。那么你要找什么菜？你要找什么菜？你就打咯，打后面 OK。阿森林，你不要阿森林。你写欧大欧大。你是 OTA 给大家看 OT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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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K 我写的 OTA 是不是 OTA 啦，他写华语啦，表弟好主意 OTA 不是达标的达，达标的达，我没有戴眼镜看不到啊，这是 OTA 啊，这是 OTA 啊，那边都有了啊，超简单啊。OK， 你要讲什么？表弟好主意副见面啊，我们讲副见面，你打副写副见面啊。啊，我已经做到很方便给大家去找了。副见面，这个、你打算是很容易找，你不然每次你找我，表弟我又没有看到啊，很多时候我的助理看。啊，来副见面啊，草根本全部都在里面。草根本是在里面的，所以很容易找了。你只要找在 YouTube 打表弟好主意，你要什么菜你写下去，啊，你想说哦。Don't know Chinese, you can write English. English 也是有了。Hokkien Mee, like this. 你可以写英文，你写 Hokkien Mee 啊，就 OK。How to write English? OK， 你在这里啊，你找不到我，你再按下去，这里按下去啊， ingredient 在里面啊， OK， 食谱在里面，就这里，好的，啊，食谱在里面了，英文和全部食谱在里面，我们煮三道菜都在里面，所以你一下子就很容易找。啊啊，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宣布出来，啊，大家要学习去找啊。English version 也是在里面的，你 key 的 keyword 啊。你打什么？你写 steam fish 啊，表弟 steam fish， all the steam fish will come out 啊。啊，对对，啊，你写 awesome fish 就出来了。啊，可以啊。啊，老鸡盖还没有煮啊。啊，鸡盖老鸡盖你找不到了 ，because 我没有煮过。来，哪里来买到荷叶啊？荷叶是巴沙马，巴沙的那种档口都有卖的啊。OK 啊，好，所以谢谢你们。啊，最后谢谢感恩大家。那么我们明天，你没有荷叶放香蕉叶也是可以的啊。糯米呢？糯米呢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